8月28日，某时尚杂志晒出一组郑爽抵达巴黎时装周时的照片。照片中，郑爽身穿黑色西装，搭配粉色的高领毛衣，脚蹬白色的尖头靴，酷帅中还有小甜美，倒是让人眼前一亮。手上还拎着一个白色的水桶包，非常有霸道女总裁出街的范儿，完全不走寻常路。配上她这一记眼神杀，确定是颜值无可挑剔的爽妹子本人了。粉丝也纷纷评论道，实在太甜美了，喜欢哟。我觉得她的腿好长，还漂亮又自信，美人就是美人，没戴首饰还淡妆，期待郑爽的巴黎之旅，玩得开心哦。漂亮姐姐请一直营业，颜值气质撑起一片天。姐姐比例太优越了，腿长1.8米，又美又飒还温柔，笑起来能把人甜化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